提早慶祝五一節，西麗鎮下南社區特別請社區鄉親做伙把古早米肉粽要送予所有里民，為著照顧著食素的民眾，毛包素粽總共要包3000粒肉粽，300粒素粽，希望予大家享受著快樂的過節氣氛。阿嬤插著鼎裡面的豬肉，準備待會就要來包肉粽。這是西麗鎮下南社區舉辦的包粽活動，包好的粽準備要來送給所有的里民，希望讓大家感受到五日節的快樂氣氛。我會在八點就來了，經菜經經的喔，經好給煮飯的人煮，再來洗粽，給我洗粽，洗米，洗洗粽來再包粽，這樣啦。八點來到經菜，經菜經好再來這倒洗粽和包肉粽。肉粽啊，肉粽要分哦，才会农民大口罩拢有安尼。一年一度的肉粽节吼，咱招这个里民吼来斗三工吼，包一挂肉粽吼，每户拢有6粒，还佫帮助一挂低收入户，佮迄种独居的，算讲甲人家斗三工。只要是住伫咧下南社区，不管厝内人数有偌济，拢会送予每一户6粒肉粽。不过，若是绿色家庭，因会来加送几啊粒。这摆活动总共会来包3000粒肉粽，而且因为镇内有人食素，所以嘛另外阁包素粽300粒。咱这回呢出来包肉粽呢，咱只个长辈时代差不多50-60个，这50-60个呢会当来包只肉粽分享，予咱镇呢，咱镇呢的这里270几户，人口大概差不多1000人，分散个吼每一户，每一户呢，咱无分大细汉，拢总有6粒，吼，不管因兜一个人，也是10个人，咱拢一律同款就对，所以较公平啦。所以差不多20户啦，嘿，差不多将近300粒吼，要分享哦，咱这个里面。食素的拢有。即摆活动唔闹西丽鎮公所补助2万块，阁有广府提供在地云林猪肉，希望予所有的乡亲会当食到在地云林好滋味。因为咱这个社区这边嘛有提出公所这边提出申请啦吼，所以咱公所这边嘛补助到2万块的这个经费，来加减来斗相共着咱里内这个包肉粽的这个帮助弱势的活动。所以呢，伫遮嘛祝大家肉粽节快乐。针对咱这个端午佳节吼。诶，肉的部分，互阮肉品市场吼有即个推广吼，咱国产猪肉吼，咱云林猪肉的机会吼，伫遮首先借媒体诶即个镜头，甲咱遮乡亲是大感谢。云林县是咱全国养猪大县啦，简单讲吼，全国3只猪内底吼，佮有其中一只来自于咱云林，借由即个推广的部分吼，互咱遮的乡亲是大吼，会当食到讲佮较健康啊，佮较安全的猪肉安尼。下南社区把爱心分享给大家，除了让人感受到幸福，也让这个五日节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记者谢欣采访报道。